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美慧老师，又是端午飘香的季节咯。今年呢就来个不一样的晶莹剔透的水果冰粽，怎么做呢？今天呢请到了我的好朋友秋水老师到我们的现场咯。大家好。秋水老师好。这个好漂亮的冰粽啊，是要怎么做？我们来告诉我们的朋友制作过程好吗？好，秋水，我们来介绍他所需要的材料好不好？好，这里头有火龙果、芒果、还有奇异果。所以柠檬是因为要增加它的酸酸的口感，味道更好。其实任何喜欢的水果都可以嘛，都可以的。还需要呢，果冻粉，对，或者是台湾的吉利梯也可以哈。好，我们的粽子袋是这种7x10的红果袋，烘焙器材店可以买得到这个袋子哈。那加上呢？绳子啊。就是要绑粽子的棉绳哈。还有这个夹头发的发夹哈。那除了这些，我们还有砂糖200克。对。啊，这个黑黑的。三粉圆。三粉圆看起来很像芝麻，是三粉圆哦。另外呢，还有什么工具？夹子，就是烘果夹。对 ，OK。那我们材料知道之后，我们就准备来制作喽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让三粉圆来浸泡它。对，不用煮是吧？对。好，而且你说冷水泡就好了。对，这是一个窍门嘛哈，它会脆脆的。那这个三粉圆，我们让它浸泡的同时呢，我们是不是来准备来煮果冻粉？对。那这里有200克的糖，好放进来了哈。对，然后这个10克的。十克吉利梯哈，滑板盐，直接倒冷水。为什么要倒冷水？因为它无火无伤型。OK， 了解了。因为你的热水来煮的话，粉会浮在水面上，没办法溶解。对。这时候再开火。好，对。那要一直在照顾吗？有。咬一下。对。然后呢，煮到开。对对对。好。那我们在大家煮的同时，我们再来贴它的水果。好，来，我们分工合作喽。来，你切火龙果，我切这个蜜香芒果，换你来切奇异果好了。这颜色很漂亮哈，有橘色、红色、绿色。水果都不要太大丁，太熟不好吃。太熟的不好吃哈。是三粉圆，我们才泡一下下而已，你看，马上胀大了。吃起来是脆脆的口感，这就是我们材料之一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柠檬。那柠檬汁对不对？对，这样就够了吗？够了。好了，哇，已经开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可以熄火了。对对，熄掉了，让它温度降低。对，差不多50度。50度左右，温温的时候来操作，是不是？是。降温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我们换柠檬汁，增加风味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放点冷水哈。最好是冰水哈。对，好，接着呢，这个果冻，对，然后就拿袋子了。对，我们种水果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秋水老师来示范来。这三粉圆先放一点，绿色的，好，黄色，火龙果，红色放上面，因为它会晕开，然后倒进去，要倒多满。大温，颜色很漂亮。好，然后呢？看，不能用这个包，翻过来。对。哦。变三角形。变三角形。对。然后再来用夹子，夹子，夹。对，夹住它。防风口。对。哇，这是好方法哎。这样，是用一个都可以，还是用两个？这样比较密实。对，然后好，倒它一下。要让它凝固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老师，老师叫了，老师弄。换三合圆。等一下，对，我来换两个奇异果好了，黄色的，再来接就是火龙果，然后这是倒色，倒温满。老师要小心。好。好。差不多了哈。差不多。好。对角这样子哦 ，OK， 然后呢，我拿着发夹，发夹放固定，不能在那个汤汁的上面吗？对对对，转过来的是用这边再一个，对，好，用一个都可以，安全的用两个。
两个这样比较安全哈。可以了，老师。只要固定就好了，对对对，固定就好了。不一定要把它弄平了哈。好，放两这样就好了。对。哎，这好玩耶，其实并不难嘛。对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各种颜色来配色哈，八分满，对角，然后把夹，然后夹住，又一个了哈。我们来看秋水老师怎么摸口。这个吧，这里边。是前后拉，确定它已经封住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咦，不错，很快。哦，这样我就可以把它撤下来了。哦，这样就跑不掉了哈。对。那我们这全部处理好，我们就准备来绑它喽。我帮你拿绳子来。好。好，这样子拿，用棉绳来绑起来。打个摩结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有一点腰身就好，一拉，好可爱哟、哦。我们继续绑，很快的，绑绕一圈。好。好，转过来，好，打个活结，把它绑成一串哈，串串相连哈，心连心，好，就这样就行了，哇，这样就一串了，对，哇，我们放在盘子上，漂亮吗？哇，你看看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哈，水果冰粽，今天非常谢谢秋水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哈。我们呢，以冰粽来祝福我们的朋友们端午节快乐。那谢谢收看哦，敬请按赞、按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喽。